这原本只是《如懿传》一场普通的戏，却让周迅演到崩溃。没有一句台词，短短几秒，周迅就用心碎痛苦表达出自己看到凌云彻被变成太监后的自责与心疼。这一切对如懿来说是太突然的。如懿转头一瞥，映入眼帘的就是弯腰踏背、满脸沧桑的凌云彻，隔着一层纱屏，也好像两人的关系看似很近，却中间永远都有间隔。